我现在好伤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拍了两集影片，因为我有如果拍这种游戏的话，我有一个习惯，一次会拍两条影片，因为我会拍系列嘛，所以我就一般都会想拍两集。结果我每两集都把游戏量调超高，所以呢，结果什么都没了。那我可以简单叙述一下。我们盖了深水池，盖了滑梯，然后盖了厕所，可以用来让你干饭用的，还可以有很多奇妙的用途。No. 员工，你会帮我拿吗？我要是你不帮我拿，我拿你。好啊，你可以用心一点吗？我不要买 Clark， 我要这个不说了。不会补货，所以我要补货。我很生气，我现在太生气，所以后果非常的严重。真的不会补货，我还要帮你补。来吧，我们去补一点水。然后要2700块。那各位要知道，哇，我刚刚是怎么了？一人称吗？然后现在我们要盖一条桥过去这边，因为我们路，然后有桥吗？有桥吗？这边有哎。可以到一个这个地方去，然后去下水玩，这个会考虑啊，对吧？你看这边我们会有一个小桥，就很有那种造景，对不对？有 feel 吗？这区我要改深水。然后这边我不能让他们下来，不能让他们下来，对不对？带错了。这边我先挡一下哈。后面有人就坚决一定要走过来，我很问号，为什么？那么？有心的吗？你看我现在342块，都被这个人害了。然后你看自己被卡住了吧？被卡住了吧？哈，我笑你，笑死！现在有没有深水区？有浅水区，还可以过这个小桥。然后我要补货了。为什么你这么多自己拿货，抄了我的老板？太好啦，你跟我讲初始的时候都要努力一点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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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啊，然后给他们多吃一点在水里面浸泡过的冰淇淋啊，他们这样就更健康，好吧？他们就愿意给我钱，他们就顾客就偏要走，我都会知道一直被卡住。你是傻子吗？不会改路哦。我觉得乐园大亨还可能他的路的系统会比较好，那要改一下哦。你要改一下，你这个顾客会被卡住，超去你！而且被卡在栅栏里面了，我的天！现在我们已经1000块，还盖了一个小桥，真不错。哎呦，我研究完成这个，太棒了！哎，有10个物品，我研究，我盖张椅子吧。可以，这边就有椅子。我们的香蕉哥猴子很开心哦。我头好痛，11点要拍片，我现在好痛。我已经打哈欠了，好累，我现在超累，哭啊！我研究一下这个，我把一个花洒放在这个位置，我吃这个，对，这样就有了，他们就可以在这边洗澡，一边跳舞一边洗，就是每个人洗澡时候的状态。跳舞，然后旋转、跳跃、唱歌，就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，好吗？
然后没水了，也许。好了，我也盖蛮多东西了，我盖得好崩溃啊。好吧，那这集影片时长也已经够长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赞、留言和订阅。如果这期影片按赞达到5个的话，那我就会就证明很多人都喜欢，那我就会继续拍下去哦。各位，影片到这边就结束哦，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